我是来自葫芦岛的张瑞雪，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好，接下来呢，就有请张瑞雪还有刘能的扮演者王小丽共同续演刚才非常精彩的片段。起来，起来！干啥呀你？干啥去了？这不是做梦呢吗？你看你这俩插把火干啥呀？清醒来！咋的了？你干啥呀你？睡觉呢是吧？你看我这睡姿吗？睡美人吗？搁这？这睡觉呢吗？啊，不是困大劲儿了，就躺着就睡着了。我问你刚才干啥去了？你说是刚才啊？刚才干啥去了？啊，刚才啊，刚才我上趟厕所。上厕所去了？那我隔院喊你，你没听见呢？你还喊我了呢？我那嗓子都要喊冒烟了，你没听见呢？啊，那我能听见吗？我没在咱家上厕所。跑谁家跑顺腿了？什么嘛，我就跑谁家跑顺腿呢？我寻思上趟厕所吧，我寻思上哪上去呢？我就琢磨，哎，对，我在咱家那苞米地上的。跑苞米地上厕所去了？我就寻思吧哈，这多少这不也是一点肥料嘛哈？我就想起李白那首诗了，就“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哦，因为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对那片苞米地特别有感情。看那天空，哎，那空气，那给我憋我扯用不着的。太好，上完厕所干啥去了？上完厕所？上完厕所，那能干啥去？我问你呢。是啊，能干啥？告诉你能干啥去？我回家呗。对呀，我不也得回家吗？我不回家，我搁苞米地干啥呀？对对，我也回家。那你咋没回来呢？是我不是上完厕所刚扭身要回家吗？就在这时候，老伴儿出事了。啥事儿？哎呀妈，出大事儿！电视里那 UFO 你看过没？这扯那用不着的。不明飞行物，在我眼前嗖这一下子，那家你猜啥玩意儿？耗子。你咋知道呢？变。不是变，确实这么大个大耗。那是耗子吗？那猪羔子。你看的角度不一样，你在这面看这挺大，你看我是这面这么大个耗子，这么比方。这么大耗子能把你吓那样？我就天生怕那玩意儿嘛。就怕了。你说我遇见耗子，我应该咋办？为民除害呀。对呗，我为民除害，我得逮住他，我就追他。我一追这耗子，他就跑，他跑我就追。哎呀妈，这耗子我太厉害。农村那苞米地那垄，咱家那是不是得有正宽？这耗子嗖一下就过去。哎呀妈，那我给你学一下啊，咱家板凳。你瞅眼老伴啊，就那耗子离挺远，嗖一下过去。哎，我一看他过去了，我也不能让人笑话我呀，我也嗖一下过去。哎，老伴，你说这嗖，哎呀妈，那就和跨栏一模一样，那速度太快了。刘翔看着都得气死了吧？咋的呢？你比萝卜丝儿都快了，这家刷刷的。不是啥呢，我就几步就给他超过去了。超过去之后，完了那我一回头哈，一瞅他不跑了，他拽了。可能是
拌苞米顶上了，把脚给崴了。啊，那他当时没这样去追你吗？啊，追啥追？他就坐那瞅我，他瞅我，我就瞅他。我能在乎你？我越瞅我越来气。我后来我啪，一脚就给他拍那儿，拍死了，是不？嗯，准呗。准。好，来，来刘能来，把鞋穿上，走。我从小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那么能跑的耗子。鞋穿上，走。不是，带我看看去。大等去呗。走。大半夜上哪去找？找不着了。找不着了是吧？对，找不着了。埋上了吧？你咋又知道了呢？是埋下了。我寻啥，老伴儿，你听我说，他咋的？他也是一条生命啊，入土为安吧。我草草的就给他安葬了。不行，嗯，挖出来去。按照规定，我给得给他火化。不是，咋的？请的，这找不着了，上哪找去？我告诉你，刘能，嗯，你今儿要不说实话，明儿我就给你火化了。说啥呀？我告诉你刘能啊，我刚才我可出去了，我可啥都看着了。你是自己坦白还是等我说出来？不是啊，你都看着啥了？我啥都看着了，但我没看着你。你干啥去了？啊，没看着我哈。嗯，那就行。说吧，干啥去了？那我说啥？我说啥呀？不说是不是？有啥可说的？不说是不是？哎呀，是没有用说那。干啥呀你这？说不说？我问你呢，说不说实话？刘能说啥？你看我只给你脸了，我告诉你，破破家家你这说不 说没完了，说不说？不是，不怕我了是不是？不你说不说？说不说？我说行不？说干啥去？哎呀，要不咱俩没完。你这做这事，我爸哈，我确实是出去一趟。是全是原先上厕所那都瞎编的，我看着谁了？我看着谢大脚了。看着谢大脚了？嗯，跟一个男的搁那黏黏糊糊唠嗑，但是我保证那男的绝对不是长贵。你说是真的吗？我当这么多人，我能骗你吗？别，这真的，确实真的。那男的谁？那也不好说呀。咋不好说？让人都听着咋整？谁听？就咱俩。我告诉你，你可别说啊。但是我得找个没人地方，闲人免进的地方告诉你。上哪儿去？进被窝。你咋那么多事儿呢？哎呀，完了。